你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他。你好。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来给你介绍，这位是我的女朋友，周然。 你好，我是周然，我是叶荣轩的助理。你好，我是董思妍，也是主编之前的朋友。那。 谢谢。挺美的，她是很美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干嘛问这些？ 你没听说，你应该也猜到了吧？你到底想问什么？他呀，他好像是主编的前任，你知道了吧？嗯，我跟你说呀，大家姐妹一场，我要告诉你男女之间。Good morning， 主编。去内衣设计那儿把偏光板拿过来，再去检修一下我新车的刹车。 9点之前确认好拍摄场地，另外给儿童慈善机构发一封感谢信。好了，没听懂吗？还有别的吗？没了。主编，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要告诉我？哦，对了，下午1点去阿玛尼取一下我的西装。下午1点已经有工作安排了。什么安排？杂志探班啊。 是我安排的吗？董思妍小姐第一天上班，顾摄影拍有什么疏忽，希望你过去看一下。取消吧。取消？我下午有饭局，我约了人吃饭，探班的事情你自己去就可以了。难得可以摆脱我这张讨人厌的脸，你好好享受一下吧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真的忍不了你这种故作高冷的姿态。周助理。 你今天话有点多，昨天莫名其妙的拉上我，是怎么回事？今天你又莫名其妙的改行程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不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我是主编，我有权利更改我的行程和计划，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。那关于董小姐呢？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以前的一个朋友，仅此而已吗？ 请你说一下临时恋爱条约的第2条。你说，不得过分干预对方隐私。对方不愿意说。
不得过分干预对方的感情生活，对方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不得再三发问。请你重复一遍。不得过分干预对方的隐私生活，对方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不得再三发问。好了，出去吧。说完呢，我提醒你啊，别太过分。真是太可笑了，究竟刚刚是谁太过分了，一点都不讲道理。你要讲道理是吗？讲。你凶什么凶啊？请问我刚刚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发问吗？没有吧。那请问，在我没有违反任何条约规定的前提下，你刚刚对我的一切行为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，太不尊重我了？你动不动就对我发火，动不动就对我发脾气，你认为你一个大男人这样做合适吗？我是你的助理，我有义务忍受你工作中的无理要求，但是我没有义务忍受你的臭脾气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请你让开。